妈妈要迟到了，又要被我爸骂了。你妈三十米都忘掉了啊！我跟你讲，三十分钟不到你就完了，告诉你。啊，来了。导航预计多久？46分钟。没事，走高速。就是走高速也要46分钟。没事，先走，来得及，应该来得及。完了呀，肯定来不及了。没事，你帮我把高德地图打开。他们上周刚邀请我内测了一个新功能——车道级领航，说特别牛，能在高快速路上实时推荐最佳行车路线。说只要按导航指引的车道开，就能比周围的车快。现在能不能救我的命，就看他了。求求了，7点多用吧。打开了，然后呢？记得把那个车道级领航设置也打开。都打开了，好像是不一样了。他用北斗高清智能定位，能精准定位到我们在哪一条车道。看他现在提醒我变道了，我跟着他的走。真的有用，可是这样也赶不上吧？多来几次就行了。有戏，应该能赶上。我去，正好。我爸电话又来了。兄弟们，最近发布的新车可不少，但是你要找一台买的值、有实力且颜值在线的车。目前有一台在我这里可以打满分，就是在8月3号刚刚开始预定的魏牌全新蓝山。先说它的实力，全新蓝山作为长城首款 NOA 智能六座旗舰 SUV， 硬件配置拉满，车内冰箱彩电大沙发应有尽有，关键是都不差。中控双联屏15.6英寸，后排娱乐屏17.3英寸，冰箱最低-6度。最高50度，温度高低可调，而且车上搭载了23个稀土强磁音响，功率能达到2440瓦，还标配了零重力座椅，用的都是纳法真皮。这样的配置不就是家庭影院吗？在传统认知中，很多人还觉得自主品牌的车机很拉胯，但你看看全新蓝山搭载了长城自研的 Coffee OS 3智慧空间系统，这套系统在7月份安兔兔车机版好分得到了117571分，你们可以查查看这是什么成绩，看看新势力自主合资的品牌车机有没有超过它的。魏牌全新蓝山搭载的是 HiFour 性能版加百万级别动力底盘架构，能做到效率更高更省油，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，这么大的 SUV 百公里加速更是达到了可怕的4.9秒。最夸张的是，这样一台车还拥有全场景的智能 NOA 驾驶。我之前在号称拥有全世界最复杂路况的重庆实车体验过，全新蓝山的智驾水平真的如同老司机一般，非常丝滑。在目前市面上的智驾实力，确实可以排到第一梯队。要知道，这样豪华的配置可是出现在一台原尺寸大六座 SUV 上，这在以前不得卖个5-60万朝上啊？可是魏牌全新蓝山智驾 MAX 版预售价为30.88万 ，Ultra 版33.58万，现在下定到上市前还享受综合价值39000的限时权益，2000抵10000购车款的现金折扣礼，价值26000的城市 NOA 智驾功能终身免费，高速 NOA 功能终身免费，5000元选装资金，全新蓝山这样的配置加上这样的优惠力度，说真的我都心动了，感兴趣的兄弟们赶紧去了解一下，相信全新蓝山一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哦对了，魏牌全新蓝山8月21号见。今天开了台会眨眼睛的神车去找我爸，结果没想到。喂，啊，你出来，开一辆绝版的车过来给你看一下，快点。什么绝版车的？这个，你看看这个。哟，丰田跑车啊。对 ，MR2。不是好像老吗？这车会眨眼睛。眨眼睛啊？有，哎呀，这车很少见的。对，啊，这是个敞篷车。敞篷啊，还有手动的。你看，这样就下来了。哦，开过来了，摆我个胖叔出去摆下。今天真不行，我一会儿有事儿呢。开来了，不行，今天真不行，我真有事儿。叔，你们这儿有厕所吗？大个，有纸吗？爸，你帮我看一下啊，我一会儿下来。啊，一会儿下来啊？对。好，二哥，哎，等会，下，快点，别打，过来，来，慢点，没来，我们出去抓紧，哇，快，带你们出去兜一圈。哎，我有人带你。以后赶紧抓，快，没来吗？没来 ，Let's go。其实一楼就有厕所，我当然知道站着的臭美漂亮。刚才我家姑娘讲说，是厕所是八戒的，哪个八戒啊？我哪知道哪个八戒？我还唐僧呢。哎呦，就感觉那个厕所好像漏气了一把，他现在是就五分钟。你现在这个年轻人怎么想的？买这种车子，动力好像不怎么样，噪音大的不得了，给他内饰还不如我家姑娘那个八六那个内饰。哦，哎呦，你说我不想干了。我妈方便你来干啊，给你试一下。对，我的天哪，就是厕所。啊，你来连试试。我来试。我这个天哪，关门声音，你要散了一样的，啊，听声音了，我的乖，轰隆啊，感觉不错，哎呦，你感觉不错啊，这方向盘也在动，下次再开这种车的，我是不开的，不慢摆的吗？啊，这老能量也在开这样的，是吧？
完了，二哥下来了，下来了怎么办？哎呦，生气了！哎呦呦呦，完了！不要开出去了嘛！哎呦，你等一下，别耽误时间。哎呦，下次等我碰车了，不要太我开了，一点也不好。饼放哪儿了？放那边的，我刚才下来就放这就完了。啊，对呀。没有啊。有那是吧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当我故意用蓝牙手套套路我爸。喂。我信号不错啊。你说，干嘛呀？偷偷拨通奶奶的电话。说又见啊，你想吃什么坚果？说到时候我去接你啊。偷老子回来的了，啊，这要吃点。干嘛？我正在打电话，你别说话。我真在打电话。我正在打电话，你给谁打电话？他就在那闹你妈。你本鸟啊？那你。我妈。我真在给你妈打电话，我哪来？听听看了，喂，你是我妈，我是你爸呢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这是你啊！哎呦呦，一会儿这个正能打电话，下来，给我接的，就等你这句话，这咋就可以了？把你手机拿出来，手机拿出来，哥，嗯，不错，你们靠一下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哟，我不相信的，我在房上叔叔就行了，啊，就能打电话，这个高兴的像个孩子，完了啊，今天搞个头罩手套两个，这个打电话的这个，打电话，喂，白生呀，不能，不能，怎么的？我这可能要语音呼叫，语音呼叫的幺九。0516付出，那听一下，听一下，这么的，这么的，不会吧？喂，请呼叫女儿，请呼叫女儿。妈，什么东西啊？又上姑娘的啊？又上姑娘的？难东西，不是难懂。这妈上次喝啥？这是啊！完了，我今天可能要被扫地出门了。一会儿看我爸知道我买新车了之后什么反应。唉，祝我好运吧。喂，爸，你出来一下。喂，这什么摩托车？这怎么样？这哪个摩托车？你看，先看，坏了，这是什么车的啊？妈买的嘛，差不多啊，本田。我来看看这车子，有点蛮懂的嘛，四个排气管，两进两出，这车子不错的。这车大概多少钱啊？两万多吧。嗯，两万多你不买这个，买那个二宝五。哎呀，你也不能怪姑娘，姑娘是个小女生，你不要乱买东西。给你们感受一下这个声浪啊，还有声浪。哦呦，乖乖！你要震撼？震撼，对，震撼！你看人家那个车子，你之前买了个二百五，那个声音还没得胖子叔叔方便声音大的。我靠！哎呦我的妈！什么玩意儿？这个车子排量到底是多少，姑娘？这车650了。人家两万多买个650，你买个二百五，现在后悔了吧？后悔了。后悔了，给人家还。所以我把车卖了，买了这个呀。啊！你把车卖了，买了这个。你干嘛又打我啊？这是止损了吧？哦，止损了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大损损，真过户了，真过户，我给你看行车本，你看，乖，白姑娘，你终于开窍了，下次买车子不懂，你可以上网查一查看，这个车子是本田什么型号的？是 CBR650 啊，我来看看啊，来给我摆下子啊，对，二哥啊，这个车子新车11万多，十一万多，啊，哎，我的妈！十一万多，骗我！完了，你还说？嗨，来喽！行，走，跑的，喊你跑！骗我，11万多，骗我2万块钱。走，上去，上去喝茶，转给你，上去喝茶，看是不是鬼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陷入。